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欢喜四端，圣母献耶稣于圣殿。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西莫昂祝福了他们，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：看，这孩子已被立定，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，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这段福音让我们明白到，玛利亚，耶稣的母亲，在献圣子于天主时，时与主耶稣共融一起，即在奉献圣子于天主时，圣母玛利亚亦将自己奉献于天主。奉献就是牺牲，这对于圣母玛利亚而言，她的牺牲如此大，就像一把利剑刺透她的心灵。耶稣圣体，现在我与圣母玛利亚一起朝拜你，协同圣母玛利亚，并借着圣母玛利亚与你结合，也将我献于你，好让我能献于天主父。因奉献就是牺牲，请赐予我勇气为你牺牲。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
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吾主耶稣，请宽赦我们的罪过，救我们免于地狱永火，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